吗？真是不巧，停电了，我的钥匙也找不到了。他关了电闸，尽管请便。那我先自己打车回去了。等等，我有话要跟你说呢。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你的前任房满飞。但是性格完全不同。你怎么突然提他了？他是你的前女友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很像。你站着别动，我这就过来了。简瑶，你平常看到的和你认为的那个人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。是吗？嗯，那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啊？以后你慢慢会发现的。现在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。你能不能先把蜡烛点起来？这样才有意思吗？难道你没看出来，今天晚上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你留下来。你别过来。景阳，景阳，太不小心了，别动。哎呦，瞧瞧，你把我给绊倒了。你给我起来。我起不来，要不这样，亲我一下，我就起来。瞧瞧你啊，戒心真的太重了。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，还非得上刀山下火海啊。你的皮肤可真好。夏雨了，你给我放了我。你的动作还是太慢了。你干的，麻醉针，一个小时之后就会醒了。今天是你生日啊。好像是的。连你自己生日都不知道啊。是个蠢女人。我平常都过阴历生日的。哦，所谓计划好的惊喜节目，原来是要给简瑶过生日，这下乌龙了。薄心眼，你居然还给人麻晕了你！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动别的心思啊？首先，你没什么毒品，就一包现金。现金？普通人肯定不会把现金放在那种地方，有可能是毒资。接下来的可以交给李寻然了。没有证据，他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们走。简瑶，你留下。他醒来，我怎么跟他说啊？解决了。等他醒过来之后，你就跟他说，是你把他电晕了。
简瑶，别害怕，再见。我怎么了？拿电击棒电我？你有病吧？实在对不起，我先回家了。等等。